好吃的礼品的面哥，好吃，好吃不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又便宜吧？谢谢。鱼大号最说了，茄子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去的这家燃面还行吧？可以，还可以哈、啊。我得稍微快点，12点关门，现在是11:30多。要呀。要，还有面吗？甩干嘛？多少？一个口蘑，然后两个燃面，两个燃面，一个辣，一个不辣。不辣的那个一点点都不要，辣的那个该怎么放怎么放。可以，谢谢啊。特别小的一个店，然后吃饭都是这么吃。这是第一次机器和桌子是分离的。啊？网红啊？我不是网红，我是个拍视频的。4天的直播？什么？还得直播啊？视频？视频拍视频呢，睡得特别不好。要的。这是有海椒嘞。聊的，其实我想先吃一个没有海椒的，因为我没吃早饭。那来什么吃什么吧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正宗的不要不要的宜宾燃面。这上面这坨应该是味精和盐，然后花生碎，这是芽菜。人家说吃燃面如果不甩的话就不正宗，就这样甩吗？看起来相当下一碗面，哎，已经好了。哦，不要海椒嘞，跟那碗一样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，就是没有海椒而已。就燃面为啥要叫燃面呢？是因为它是拿油拌的，然后呢，传说就是拿打火机真的是可以点着的。啊？还可以哈、啊，还可以。这拉面来了。哦，哎，谢谢，这么快，太棒了。特别好吃，特别油，芽菜和花生碎，特别香。有海椒的比没有海椒的更加香，但这个海椒、怎么那么辣？那你吃那个蒜？也辣呀，什么辣？蒜也辣呀。这是蔬菜，这不是蒜。然后这个是，哎呀，没给你们看，特别对不起大家啊，我刚才拌了。这是口蘑面，我给大家形容一下，我拌之前中间是面条，然后这一圈都是青糙，然后在这个面条上就这样铺了很多这样的口蘑，然后青菜是放在一个角落里，好不辣。我们先尝汤吧。这个汤浓浓的蘑菇的味道，特别鲜，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，汤特别油。小蘑菇跟小肉片似的，真的好吃。哎，老板，还有哪个我没吃的吗？来个哨子，来个哨子，谢谢。好吃的礼品的面哥，好吃，好吃不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又便宜吧？谢谢。30来点，这个店对，就这样。哨子面，这个是哨子面，我没有拌，清汤的，看上去就比较 normal。你爸要吃三两面的啥子嘛？你说我吃三两啊？我已经吃了三两了，这是四两了。你吃一顿饭只吃一两啊？吃饱没有？吃饱没有？吃饱了。臊子面呢，就稍微有点寡淡了。就如果你要吃汤面，比较推荐口蘑面。燃面如果你点带海椒的，然后少放一点，好不辣，你受不了的。好辣的。这汤辣，以后你叫葱辣。我在别的地方都是吃特辣的人。特辣的啊。在大城市只吃到一碗面。今日消费28元，因为快五一了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宜宾非常棒，特别棒，烧烤无敌，燃面无敌。我们宜宾人有钱得很。啊，对对。现在亿万富翁多得很哦。但是相比较我们抖音人均过亿的收入。See you, see you. 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现在赶紧回去收拾行李，回成都，成都还要再忙一下。